现在在唐人街，今天去的这个地儿呢，就在唐人街旁边，所以坐地铁也挺方便的。今天呢，难得是一个好天气，虽然这个天气预报写着过一会儿日落的阶段就没有云了，但是还是出来赌一把。这是现在室外的温度。我准备去桥上蒸桑拿了。这云呢，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往那个方向飘走了。飘的方向是我想要的，但是确实云的量越来越少，有点担忧。这桥上呢有好几个像这样的洞，都是前人为我们打下的江山，一缝上就给搅开，一缝上就得搅开，特别好找。您走上这桥，差不多有四个吧，只要看见有这么一洞，那就说明这儿保准是一个拍摄点。这个点呢是拍摄布鲁克林大桥，刚好，这应该是第二个洞，咱们呢去那个第三个洞。现在距离日落呢还有1个小时，光线就会比刚才呢要柔和了许多，并且发出这种有一点金黄色的暖光。我现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它处于一个背光，因为日落是从西边过来的，我这边呢是这个岛的东边，所以完全没有阳光晒过来。天上呢还有几朵云，总比一点没有强，可以开始架机型了。这个洞的位置还挺高的，不知道我这个三脚架能不能够到，跟我这脑袋这么高。这个地铁过去之后，我都感觉我自己刚下了飞机，还有那种失重的感觉。对不住大家了，刚才呢，我就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桥有多晃。然后我换了个云台，然后原来那个云台我觉得拧起来特别费劲，所以我换成了这个 BH5。您看这个旋钮，它是这种斜着的，这边粗这边细，所以拧起来呢，这两个手指头刚好卡在这个缝儿上。买它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这个版本呢，还是需要加钱才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呢，它有一个拧的版本。但是我呢，一直特别想要这个。这个设计呢，相对于在打开和锁紧的这个过程上面呢，就要更方便、更容易。而且呢，如果您没有卡好的话，它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闭合上的。得嘞，支三脚架。看看我这三脚架够不够高，不够高就麻烦了啊。这是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快装板儿，现在差不多就是日落时间了，但是呢，云啊就已经都飘走了。今天其实就带了一个相机，一个镜头。5S2，4500。安全起见呢，我得把这个遮光罩拆了，因为下边就是高速路了。我这三脚架的高度呢，刚刚好。先开机看一看构图，这个位置呢还得稍微的微调一下。这天空什么也没有，这个机位很好啊，就是有点费耳朵，太吵了。身后这个地铁一过，这桥就跟着叽里呱啦乱颤。这个位置，相机实在是太高了，每一次摁快门我都得这么够着，所以呢，我还是使用这个快门线吧。
这个开窗的空间实在是太小了，肯定用不了我那套方片的滤镜了。今天呢，我刚好带了一个抗光害的滤镜，我也想看看在城市里边使用这个滤镜的效果到底好不好。如果要说这个光污染，我估计整个的曼哈顿绝对这块属于 number one。先把相机小心的拿进来。这个滤镜呢，它是一个圆形磁吸的，所以它这底下是有一个磁吸环的。先把这个磁吸环装上。下面呢，就可以开始像设置相机了。光圈呢，我使用 F16， 这个镜头它 F11 到 F16 都是非常锐的，它的最小光圈是 F32， F16 呢距离它最小的光圈 F32 还挺远的，所以 F16 仍然是一个中间值，处于一个锐度比较高的这么一个范围。构图上呢，其实可以让它再靠右一点，让这个高速公路是一个斜对角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但是您看这个右侧呀，它有个球场，这个球场一会儿呢会开灯，所以呢它会变得特别的亮。如果我把它放进来呢，这一块呢就会出现一个莫名其妙的高光区域，我推测不会很好看，所以呢我就把它往左了一点，让这个球场呢基本上都离开我这个画面。那这个高速公路呢就没有刚好触碰到左下角，但是我觉得还好。现在这个呢是一个三分法的构图，那如果我切换一个界面的话，就可以看得更明显一点。我看这个远处啊也没有什么云飘过来了，索性呢咱们就彻底的三分法，让这个九宫格的交界线呢刚好是这个高速的尽头和桥和建筑的一个交接口的位置，这样的天空也会占有比较少的面积，不会特别的尴尬看起来，因为没有云的这种天空呢就会看起来特别的空旷，不是很好看。对焦点呢我先放到前面的这个高速公路上拍摄一张，查看一下景深。远处的建筑呢也都在景深的范围内，那么光圈 F16 呢现在是 ISO400， 我打算把这 ISO 稍微降下来点。哎，1.5秒的快门，咱们先试一下。目前来看呢，问题不大，还是一会儿等到夜景的时候。现在天空还太亮了，等它稍微的暗下来一点，建筑的灯呢都亮起来，咱们再看这个效果。我平时开车的时候也经常走这条路，这个点儿真的特别的。现在光线越来越暗了，车轨和车灯呢就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我刚才掐了一下这两个地铁，它之间呢会有大概1-2分钟的这么一个间歇，我呢先尝试一个15秒的曝光。左侧这边的车轨呢还挺漂亮的，右边由于有点堵车，这个车一会儿走一会儿停的，这个车轨呢就不会显得特别的连贯。再有呢就是现在日落还没有完全下去，天空还是非常亮的，所以显得这些开了灯的建筑呢也不是特别的明显特别的亮，所以还要等天空的光线呢再稍微的暗一点，我估计还得再过个10来分钟。我先趁这个地铁的间隙拍一张25秒曝光。开门速度太低了，我觉得有点危险，还是再把开门提高一点，这样比较的安全。哎，我发现底下这球场这个灯不是很亮，我稍微改变一下这个构图看一看。哎，这样就合适了。这个高速呢就像是一个引导线一样。现在呢我准备试试我这个抗光害的滤镜了，测试它呢就不能用这个自动的白平衡了，不然测出那颜色呢都是自动判断出来的，这样它每一张照片呢都是用同样的色温，我们才能看出来使用这个滤镜
前和后有什么区别。现在呢，设置的是白平衡5000K。然后呢，我们再放上这个抗光害的滤镜，看看它的效果。感觉这滤镜有一点减光的效果。不用这个滤镜的时候，快门速度是8秒，装上之后呢，就变成10秒。看了一眼这个抗光害滤镜的作用，从这个相机上对比看这两张照片，它主要是对这个灯光周围的那个光晕做了一个压光的控制。哎，我看效果还挺好的。放到电脑里边，大家看一下，您觉得这个抗光害滤镜有没有用呢？9秒曝光这张已经接近了完美，但是车轨部分可以看到仍然无法达到一个完全的顺滑，所以后期呢，我采用了10张堆栈的方法来实现这个效果。这个城市晚上啊，一开灯跟白天是完全两种感觉，所以我特别痴迷这个日落到晚上夜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白天我恨不得都不怎么出来，就是一到快晚上了，我就出动了，背着包开始找地儿拍这个日落跟夜景。而且这个夏天拍呀，真的是太舒服了。现在呢，其实已经9点多了，小风一吹，看着夜景，拍着照片，嘿，别提多美滋滋了。冬天啊，这点儿天都黑得不成样子了已经。哎，这要是开车来了，送壶水沏个茶更得意了。这个位置比刚才那儿还要晃，可能是因为它已经接近桥尾的位置了。晚上这会儿车太少了，所以这条街的车轨呢就没那么漂亮，断断续续的，偶尔有一两辆车。得嘞，收拾包回家吧。收拾包的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再拍两张，因为还得怎么也得再收拾会儿。抓紧一切时间，不浪费。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追光笔记了。下一期带大家去拍个岩石好不好？有没有人想看，留言给我。还有呢，如果有关城市夜景的问题呢，你也可以在这个视频下边留言，我再来集中给大家解决问题。感谢收看，我是艾迪，下期见。